주죠? 응? 아, 그게 봐. 大家周末好，今天星期六，我们要去幼儿园参加盂盆节的跳舞大会。台湾幼儿园一年一度的盂盆节舞蹈会有到了。你要昨天在幼儿园被他的同班的小朋友给他饶了一下。这里痛不痛啊？痛痛。我早上用碘酒给他点了一下。<笑> 他这个脸啊，就是从头他这不停的，不是这里受伤就是那里受伤。我们这个衣给他为了去参加这个盂盆节的会，给他们买了2件衣服，夏天的衣服。这个是到去年买过一套，今年不能用，今年再买一套，明年又是不能用。他的小孩子长得快，就是一次性的。我夏天可以多用几次，这次去美国也可以用。 到了美国去，明天就不能用了，还没给他买的木屐。哎，你要，你这个木屐好不好穿啊？这小子看电视看的不理我了，好吧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好了，我们车停在幼儿园外面的停车场，他幼儿园人太多了，今天不能停车的，我们就停一个付费的停车场。 这个又正好可以带到美国去。<笑>これよくアメリカ持って行ったらいいや。このジンベ。爸爸。啊？他们两个人穿不惯这木屐，太硬了。好吃。好吃。 快点吃了，不要吃，不喜欢吃不喜欢就吐掉，喜不喜欢不喜欢就吐掉，可以。喜欢。喜欢就吃了。
Hey!